共享电动车坐街三年，依家冇晒啦，但我仍然有阵唔舍得。大家好，我系超级粉机电站专门通多关注360度零时个屋顶行真空清电之难，就猛方飞动到小石你批婆之人食 K 镇住之人，简称超人。嗰啲共享电动车吓，2000就笃颜笃鼻，依家人都唔忍下。2000笃颜笃鼻嗰时，我冇珍惜到，到依家话清退晒啦。我先发觉佢唔系冇就系好处，起码佢真系解决咗开工收工、滞料接送、街头叠迷、街面埋中嗰个最后一公里嘅问题啊嘛。而且近嗰一年，我仲不时同我亲人踩共享单车，踩绿道嗰度兜空。遇到跟共享电动车其实很配哦，系咩？真系噶？点解嘅？唔系啊，我系攞条咩带咩主个驴啊，亲自休车呵咋。其实做两年我都经常坐到摊嗰啲共享电动车啊，通礼牌通礼得啊，正所谓黄色蓝色青 B B， 求其败家激到你啊！嗰啲车牌到通礼都系真系星区坑人嘅噩梦，后来仲变本加厉出卖个重装提速脚踏板，哇、啊！个酸酸旧时到咧，一招包养，全星共享。恶心，你啱啊！其实我啲中山人怕塞车怕到冇轮啊，坐坑人到坑下路都系经历做慢共享高空，唔系啊，冇感字啦。乱听乱摆系确实唔啱，但系嗰啲唔系车嘅问题，系人嘅问题啊嘛。我从来唔否认共享电动车嘅好处，嗱，一落街悭地铺就有咯，一两蚊舒舒服服啊，开几公里方便过坐中巴，自己喐下只脚踩翻几框，又可以运动下脚骨，宜居省时休闲省时系啱晒噶。我喺管河区啲停放问题唔系难啊，部部车有 GPS 试过，你画好区域俾佢停，一停错一叉叉到，嗱公司就罚钱，个人罚圈冇得开，啊唔怕老鼠拉龟无顶卖手啊！嗱依家佢私人电动车常批咁烂吓，都话搞得掂咯，咁啊共享电动车系公司企业噶嘛，你攞份文做得好噶，续批做唔好咪拜拜咯。有共享电动车补我哋公共交通嘅不足 ，OK 啊！三年内我有啲朋友2000出街埋送都开试过碌，烂得由共享电动车代替。睇下，唔使嘥油，唔使运费，何乐而不为？你话乱啊，咁弊啊，咁做咩一开始看到粒粒乱嗰时唔即刻掟佢走咧？过咗三年，我又用到惯啦，一下冇得俾人用，唔好咁啦。哦，系为咗俾人习惯开下共享电动车，啊，你习惯晒开嗰啲车啦，然后放开个私家电动车牌，有意见？又上法我鍾意，但抗破而必出行多隻选择呢，呢个我咁上下下开试个碌，我有费事另外买部电动车就上出街别几蚊下，开完区放返后区下，干手正脚机解决我短途嘅出行任势，我汽车出行烂係咪做乜唔好站。嗱依家又开学季啦，各大门口一早一晚呢家长车逼埋一齐行过看道，我等佢哋阴公。呢个有一部共享电动车俾个家长吓，隔完停好部汽车，跟住呢接到仔女呢啊搞返一段亲自休车呵。呢个画面系咪更加窝面幸福呢？揸饼试啊，宝马啊，路虎啊，马莎嘅家长都冇讲过啊，靓车痛啲啊。总之世界上系冇一种社会问题系狂言一刀切就解决嘅咧。